祝大家现场每一位咱好朋友，邻里相守，隆重来个大欢喜。再来继续安排这位小姐，人讲真的吼，咱坦白来讲，大家应该无到三个月时间。我来讲，我来到苏州，来到呢，咱的志云亭这个所在，我来讲安排着咱的新花开，来共同上，共同来个带动，来安排着咱的娜娜，娜娜，阿你不要，不要啊！心花开，予大家心花朵朵来继续安排。带你去旅行。